天是星期六，我们今天准备出海去看鲸鱼，因为我们觉得海上应该比较凉快一些，所以昨天订了票。我现在已经坐上车了，大概需要40分钟的时间才能到码头。在这里吃了午餐，待会儿就要上船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船啦，一个黄色的大船。我们的船已经开动啦。今天整个活动可能5到6个小时，阳光特别的好，好期待啊！希望能看到鲸鱼。上次在旧金山我们也去看鲸鱼，但是只看到了很多海豚，没有找到鲸鱼。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了。我们坐在船的最前面，现在能感受到很大的海风，好快乐呀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路线，然后我们给一些小费。我们回来啦，已经下船了，现在是差不多下午6点钟，我们准备去吃海鲜。刚去看了大海，所以现在回来吃海鲜。我们今天看到了3种鲸鱼，运气特别好，不像上次只看到了一些海豚。这是我们的晚餐，好多好吃的呀。开始享受晚餐了。